学，最古老大学，很像哈利波特魔法学校。学校在城镇里，城镇也在学校里，分不清楚哪里才是大门。大学后门走入，穿过庭院花园，然后穿过马路又进校园。来到学校中心，有座国王的雕像，原本这里曾经是王宫。化学实验室里位置又小又挤，发现古代学生不必抄笔记。像有毕业典礼要在宫殿里举行，就像庄严隆重加冕仪式。大学图书馆里笔身华丽庄严，高耸建筑四壁都是书架。古老藏经阁里泛黄火种书本，载满密密麻麻的文字。不知道图书馆如何读书，光是找书还要爬楼梯。读完一本书可能会要人命，不如躲在树下睡午觉。